同学，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经济学的课程。同样的，今天和我一起讲授经济学课程的讲者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教授郭俊贤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经济学的课程。今天我们将介绍商品市场，首先由周玉娟老师介绍商品市场均衡产出的条件，构成商品市场需求的家计消费支出、厂商投资支出，还有政府的购买支出，并比较古典学派跟凯恩斯学派对于总和供给不同的看法。那接着呢，由我跟同学们分别介绍古典学派下的这个商品市场均衡和简单凯恩斯模型下的商品市场均衡。好，现在由我开始和大家讲授经济学下册第27讲商品市场。首先我们来介绍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我们要了解商品市场均衡产出条件，介绍构成商品市场需求的家计消费支出、厂商投资支出与政府购买支出。我们要比较古典学派跟凯因斯学派对于总和供给不同的看法，了解古典学派对于商品市场均衡，了解简单凯因斯模型之下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在商品市场中，家计单位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出与政府的租税与购买支出就形成了总和需求。另一方面，厂商透过劳动市场与债券市场取得了生产因素与资金，生产商品形成了总和供给。商品市场的均衡取决于总需求跟总供给的相对位置，当总和供给等于总和需求的时候，商品市场就达到了均衡，商品市场的均衡所得与物价也随之确定。我们首先来介绍商品市场均衡产出条件。27.1 节，商品市场均衡，储蓄等于投资。当总和需求等于总和供给的时候，商品市场就达到了均衡。在本小节中，我们将推导出简单凯因斯模型中储蓄、投资跟商品市场均衡的相关性。我们知道，在开放经济体系下，总和需求等于家计单位的消费支出、厂商的投资支出与政府的租税与购买支出，再加上进出口支出，进出口支出是等于出口减去进口。我们可以用 27.14 来代表总和需求，它会等于 YD 等于 C 加 I 加 G 括弧 X 减 IM 等于 YS 等于 Y。 这个式子当中，Y 为产出，也就是所得， C 代表的是消费支出， G 是政府支出， X 是出口支出， IM 是进口支出，括弧 S 减 IM 就是我们所谓的进出口支出。民间消费支出的决定取决于相当多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到可支配所得 disposal income。那可支配所得是指的家计部门的所得收入，扣除缴纳给政府的所得税所剩下的金额。民间投资金额受到利率的负向影响，因为利率被当成厂商衡量投资所需资金的机会成本。当市场利率越高的时候，厂商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在投资报酬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之下，厂商的意愿就会下降。那么政府购买支出又可以分为政府消费支出与政府投资支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包括两大类，一类为政府向厂商购买的各种办公用品，另一类则是政府自己生产的各种服务，如国防与治安维护等。而政府投资支出包括有公营事业，如台电、中油、自来水公司、台糖的投资支出，跟政府本身的资本性支出，比如说像机场、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投资支出。为了分析方便，我们都暂时先不考虑国外部门，只考虑封闭的国内市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将我们刚刚所陈列的27.14简化成 YD 等于 C 加 I 加 G 等于 YS 等于 Y， 并改写成下面的方程式 Y 减 C 减 G 等于 S 等于 I。好，那27.24左边的 Y 减 C 减 G 就是产出或者所得减去了消费及政府的购买支出，又称为国民储蓄，简称为储蓄。而等式的右边 I 是投资支出，因此在27.24就可以将27.14总产出或是所得等于总支出的商品市场均衡概念转换成为储蓄等于投资 S 等于 I 的商品市场均衡概念。所以在简单凯因斯模型中，当储蓄等于投资时，同样的可以让商品市场达到均衡。此外，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将国民储蓄 S 细分成为私人储蓄 SP 与政府储蓄 SG 等两部分，将27.24进一步的改写成为下面 S 等于 Y 减 C 减 G 等于刮胡 Y 减 T 减 C 刮胡，加上 T 减掉 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P 加 SG。等于 I， 那其中 Y 减 T 就是我们称的可支配所得 disposable income， 那 Y 减 T 减 C 就代表着私人储蓄 SP， 也就是说私人储蓄等于可支配所得减去消费支出，那 T 减 G 是政府的税收减去了政府的支出，就是政府储蓄，而国民的储蓄会等于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储蓄。那值得同学注意的是，在讨论到政府预算的时候，有下列三种情况可能发生：一、平衡预算、预算赤字或是预算盈余。当政府支出等于税收，也就是 G 等于 T 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平衡预算 （balance budget）。当政府支出高于税收，G 大于 T 就是称为政府拥有预算赤字 budget deficit， 此时的公共储蓄小于零。当政府的支出小于税收 ，G 小于 T 就叫做政府拥有预算盈余 budget surplus， 此时的公共储蓄为正。换句话说，在简单凯因斯模型中，商品市场的均衡除了可以有27.14中的总产出等于总需求来表示外，也可以由27.34中的国民储蓄等于投资 S 等于 I 来表达。总和来说，商品市场的均衡状况可以用总需求 YD 将等于总产出总所得 YS，那 YD 就会等于 YS 就会等于 Y， 或者是国民储蓄就等于投资，也就是 S 等于 I 的概念来表达。好，我们现在进入27.2节，商品市场的总和需求跟总和供给。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分别介绍商品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虽然古典学派与简单凯因斯模型这两种模型对于影响投资跟消费的因素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差异并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型对总和供给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一、总和需求，商品市场的总和需求来自各部门的需求支出的加总。主要部门的需求包含家计部门的消费支出 C， 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 G， 厂商部门的投资支出 I， 以及国外部门的出口等。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家计的消费支出、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厂商部门的投资支出都有可能购买到非本国生产的商品，也就是透过进口取得。因此，我们在计算国内商品市场总支出或是总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进口的那一部分给扣除掉。所以，国外部门支出是以进出口来计算它的需求，那进出口就会等于出口减掉进口。总结来说，
总需求 Y 低，它会等于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支出以国外部门进出口支出等四大部门需求的加总。换言之，总需求可以表示成为 Y D 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X 减 I M。 讨论完总和需求之后，我们继续来看总和供给。二、总和供给。商品市场中的总和供给是市场上所有厂商雇用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后所提供商品的加总。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总和生产函数来表示商品市场总供给。Y 等于 F， 这个 F 是 L 跟 K 的函数。那 Y 是代表商品跟劳务的产出，也就是商品的产出。那其中函数里头的 L 为劳动雇用量， K 为资本存量，如厂房、设备等等。那 L 跟 K 呢，是生产过程所投入的生产要素，也就是为了要生产 Y 这个产出，就必须要投入的生产要素 L 跟 K。那生产技术我们用 F 这个函数来表示，它代表了生产要素跟产出之间的特定关系，也就是只要投入的要素 L 跟 K 就可以创造出产出 Y 单位的商品。那么为了要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或者是假设有两种生产要素，但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是固定不变的。如此一来，劳动投入的数量就可以直接决定商品的总产出，也就是说，劳动市场中，当劳动需求等于劳动供给的时候，就可以决定均衡劳动的雇用量，或是就业量，与均衡的价格，在这里就指的是工资，而劳动的均衡就业量就可以透过总和生产函数转换成一个相对应的产出或是供给。商品市场中，不同的物价水准会产生不同的要素供给跟需求，因此就会产生不同的要素均衡雇用量。因此，均衡要素雇用量也会有其相对应的不同的总产出。换句话说，不同的物价水准下就会有其所对应的不同产出。总和供给曲线就是一条表示价格水准跟产出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好，那简单凯因斯模型认为呢，当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阶段，劳动市场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厂商即使大量雇用生产要素，厂商的生产成本也不会上升。因此，在商品市场具有物价僵固性这个特质的情况之下，商品的价格会维持在该固定的物价上面，厂商便可以在这个价格下无限制的提供产出。所以，总和供给曲线会是一条在固定物价水准下的水平线。换言之，在我们的课本图 27.1 所表示，不论厂商生产多少数量的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价格维持在该固定的价格P0下提供商品。这种情况之下，总供给曲线 S 将会是一条水平的线。简单的来说，在简单凯因斯模型中的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的水平线。好，那当我们介绍完简单凯因斯模型的总和供给曲线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古典学派的总和供给曲线。上面所讨论到的凯因斯模型认为物价具有僵固性，但是古典学派对物价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所以生产要素市场随时都是处于充分就业的。只要要素市场一旦失衡，价格就会立即反应充分调整，使得就业会回复到充分就业下的水准。换句话说，不管物价水准如何改变，劳动生产因素的名目价格，也就是工资，都会随之调整，使得实质要素价格，也就是工资，它是维持不变的。
劳动市场中的就业水准随时都处于充分就业，而产出也就一直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产出，因此古典学派的总和供给曲线就会变成是一条垂直线，而总产出也会固定在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准。在我们课本图 27.2 所显示，不管价格是 P0 或是 P1， 总产出都维持在充分就业之下的产出 YF8。因此，古典学派的总和供给曲线 S 是一条在 YF8 产出之下不会受到物价变化影响的垂直线。那总结来说吧，商品市场的总和需求是由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支出与国外部门进出口支出等四大部门需求的加总而来。关于总和供给，则是有所差异的。古典学派的总和供给曲线是一条在充分就业所得之下的垂直线，而相对来说，简单凯因斯模型的总和供给曲线则是一条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的水平线。值得同学们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古典学派跟简单凯因斯模型总和供给的不同看法，因而导致后续对商品市场的解释跟分析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跟结果。接着呢，我们就请郭老师来和同学介绍古典学派商品市场的均衡跟简单凯因斯模型商品市场的均衡。好，我们知道古典学派跟简单凯因斯模型总和供给不同的看法，也会导致商品市场的均衡就会有所不同。那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古典学派商品市场的均衡。所以 27.3 节，古典学派商品市场的均衡，在封闭体系下呢，我们不考虑国外部门的前提之下，商品的需求来自于国内的经济体中的家计部门的消费支出 C， 厂商部门的投资支出 I， 还有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 G。 因此在封闭经济体系之下呢，商品的总需求就可以表示为 YD 等于 C， 括号 Y 减 T 加 IR 是利率的函数加上 G。 其中呢，消费支出的多寡取决于所谓的可支配所得 Y 减 T 的高低而定，当可支配所得越高的时候，那消费支出也会跟着越高。而投资支出呢，受到实质利率 R 的影响，实质利率越高呢，投资支出就会越低。那政府部门的购买支出完全取决于该部门的这个预算编列。对于一个总体经济体系来说呢，我们把 G 视为一个固定的外生变数。因为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是可以完全弹性的调整，所以经济体系呢永远会处于充分就业的状况之下，那均衡所得也会维持在固定充分就业产出下的所得。换句话说呢，由于市场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可以充分调整，劳动跟资本的雇佣量就一直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准之下，要素市场均衡下所决定的资本跟劳动也会一直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准下的 KF 跟 LF。 那透过生产函数的转换呢，产出也会固定在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准 YF。 那 YS 就等于 YF。 那因为我们假设政府购买跟税收都是外生变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商品市场供需均衡的条件呢整理如下 ：YS 等于 YD， 那 YS 就是充分就业所得 YF 吧，那就等于 C YF 减 T 吧，加上 I R 的函数加上 G 吧，等于 YD。那在上市呢 27.5 次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注意呢，利率 R 扮演着这个调整供需均衡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呢，可以借着透过实质利率的调整来达成。例如在均衡时 ，YS 等于 YD， 那均衡利率为 R1。当利率 R 高于均衡利率 R1 的时候呢，就会使得投资 I 下降。那上次等号的右边虚加 I 加 G 下降，这时候呢，总供给 YS 就大于 YD。那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就有超额的供给现象发生，市场没有达成均衡，那实质利率就会开始调整，利率就会开始调降到等于原均衡利率 R1 为止，那使得 YS 等于 YD 的均衡再度的维持。那同样的，如果说利率是低于 R1 的时候呢，投资就会增加，
那这时候 YS 就小于 YD， 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市场就会有超额的需求，那实质利率就会跟着 R 就会开始调升，直到利率又回到等于原来的均衡利率 RE 为止，那 YS 又回到 YD 的均衡。简单来说，当市场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对应的均衡利率水准 RE。 好，我们可以重新整理那个 27.54 呢，改写成下式 27.64 中的左边 YF 减掉 C， YF 减 T 减 G 就刚好等于除去 S。 好，因此 27.64 的 D 跟第一节中的 27.34 都一样，代表的均衡的时候呢，国民储蓄就会刚好等于投资 S 等于 I。 那我们根据 27.64 商品市场均衡条件重新改写的市值呢，改写 27.7， 就是 S 等于 I， 那 I 是 R 的函数。那因为储蓄有可能会受到或不受到利率影响，或是说储蓄会受到利率高低而影响两种情形，那以下我们就分别针对这两种情况来分析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第一种情形，储蓄不受到利率的影响时候的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我们可以利用图形课本的图形 27.34 来说呢，在固定的储蓄 S 之下的古典学派这个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那图形中的横轴储蓄 S 跟 I 呢，那纵轴就是实质利率 R。因为实质利率上升呢，投资会减少，那投资跟实质利率就有反向的关系，所以投资需求线是负学历的。那古典学派假设供给自创需求，产出会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产出，消费受到可支配所得的影响，在产出充分就业所得不变之下呢，储蓄就不会受到利率的影响。那在充分就业产出所对应的维持固定的储蓄 S，当投资等于储蓄时，均衡利率就会被决定了，那商品市场也就达到均衡。换句话说呢，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水准是由商品市场的均衡所决定的均衡利率。我们就来看，假设原商品市场均衡是在图形上的 A 点，那均衡利率是 R1， 那均衡储蓄是 S。 当自发性的投资增加的时候，会使得投资的这个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到上升，由点 A 到点 C。 较高的实质利率呢，使得诱发性的投资减少，由 B 点就向 C 点移动。那因为储蓄不会受到利率的影响，它是固定在 S 的，所以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到 R2 的时候呢，投资刚好等于储蓄了，那商品市场才会重新达到均衡。那新的均衡点发生在点 C， 那新的均衡利率就会在 R2。 我们可以发现，在古典学派储蓄不受利率影响之下呢，自发性的投资增加就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上升呢，就会使得诱发性的投资减少，直到诱发性投资减少量刚好抵消了原本新增加的自发性投资量。所以呢，当储蓄是固定的 S 之下呢，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投资跟储蓄始终都不会改变，那只有实质利率会改变，比如我们刚才图形中由 R1 增加到 R2。 好，第二种情形，当储蓄受到利率的影响的时候呢，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那我们也知道啊，储蓄等于可支配所得减去消费，假设消费会受到利率的影响，那么储蓄也可能会受到利率的影响。当利率越高，当期的消费的机会成本，就是未来的利息收入就会变得越高，消费就会减少，所以消费是利率的负函数。也就是说，当利率越高的时候呢，消费就会越低，储蓄就会越多。那利率越低的时候呢，消费就越多，那储蓄就越少。因此呢，储蓄跟利率呢是正相关的，利率越高，储蓄就会越高。好，我们假设用图形来看，从商品市场的均衡本来是在 A 点，那均衡利率是 R1， 那均衡储蓄量是 S1， 均衡投资是 I1。 当自发性的投资增加的时候呢，会使得投资需求线向右平移，由 I1 向右平行到 I2，
那在原来 R1 的利率之下呢，投资就会大于储蓄，那市场就失衡了，商品市场的需求就会增加，导致市场利率水准就慢慢的上升。当利率一上升呢，诱发性的投资就会减少，就从 B 点慢慢向 C 移动，那储蓄就会慢慢增加，由 A 点往 C 点方向移动，直到利率又等于 R2 的时候呢，那投资的 I2 就会等于新的储蓄 S2， 达到新的商品市场均衡点 C 为止。均衡利率是 R2， 那均衡的储蓄量是 S2， 那均衡的投资是 I2。 如果说储蓄会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呢，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呢，除了实质利率会改变之外呢，那投资跟储蓄也会改变，从原来的 S1 到 S2，I1 到 I2。 总而来说，当储蓄固定不变，不会受到利率影响时，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是投资跟储蓄都不会改变，只有实质利率会改变。但是当储蓄会受到利率的影响的时候呢，那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呢，除了实质利率会改变呢，那投资跟储蓄也会随之改变。介绍完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简单凯恩斯模型下的商品市场均衡。27.4节，简单凯恩斯模型下的商品市场均衡，我们可以用下列的27.84到27.124呢，来代表一个封闭体系下的简单凯恩斯模型，请同学就参考课本哦。C 等于 A 加上 B 乘以 YD， 小 a 加 B 乘以 Y 括号减 T， 那小 a 大于零，那 B 是介于零跟一的一个系数。那 I 就等于 I bar 固定数，那 G 正五质数等于 G bar，T 等于 T bar， 那 YD 就可以把它写成 C 加 I 加 G。那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就是，当厂商生产的商品供给 YS 等于经济部门对商品的需求 YD 的加总，也就是第27.134 YD 等于 YS 等于 Y。那因为简单凯恩斯模型中的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只要有需求，在价格不变之下就会有产出。换句话说，需求会创造供给。换言之，均衡条件可以不用考虑生产面，就只需要考虑需求面就可以了。那商品市场的均衡就可以改写成 Y 等于 C 加 I 加 G 的27.144。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上式呢改成 S 等于 Y 减 T 减 C 加括号 G bar 减 T 等于 I bar。那商品市场的均衡就会发生在当国民储蓄、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储蓄呢等于投资的时候。好，那因为在简单凯恩斯模型之下，假设投资是个固定的常数 I bar， 那储蓄呢是可支配所得减掉消费的支出，因此储蓄只会受到可支配所得的影响，所以可支配所得就间接影响了决定了这个总需求，进而决定了总产出。当所得等于需求的时候，商品市场就达到均衡。换言之呢，简单凯恩斯模型的商品市场的均衡主要是取决于总和需求的多寡。当所得越高，商品的需求越高，那商品的需求越高，产出就会越高，均衡所得也会越高。因此，简单凯恩斯模型是认为均衡所得是由商品市场来决定的。那商品市场的均衡呢，就会决定了这个均衡所得的水准。当储蓄或投资改变的时候，均衡所得也会随之改变。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跟分享，也谢谢同学们耐心的观看。今天《经济学下册》第27讲次的内容到此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经济学》的课程。